什么是男友？他说，不够，前面有空投。杰伦，这空投就让给我吧。小飞棍来呢？哼，咱们各凭本事好吧。嘿嘿，我可是电耗子。小飞棍来呢？你能用我？我操，杰伦你，嘿嘿，谁先到就是谁的。他说，不够，这里物资，快来。哇，这么多宝贝，我来了。传说，妈呀，这厕所也太香了！嘿嘿，想让我放你出来，不要九九八，不要八八九，只要一张黑丝即可。嗯，黑丝是吧？你给我等着！完了，草率了，杰伦，你给我洗。他说：“等等，我跟你说呀，玩吃鸡啊，必须要学会隐忍，就是当老六呗。”哎呀，委婉点嘛！多注意，前面有人来了，准备好。哎，这车载音乐好耳熟啊，怎么我的 DNA 在动？我去，小孩子给我死！理智，一定要理智啊，姐！兄弟们，你们也是艾坤嘛？这么巧，我也是。妈跨的，一群小黑子是吧？快拿十张动图出来！